好，各位同学好，我是 Scott 老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的进度呢是国二的理化，目前是上到那个化学剂量跟那个摩尔的关系哈、哦。标题应该是哦，对啊，反应式跟化学剂量哈、哦。那我们今天会讲到很多的一些题目，包含一些各校段考题跟历届试题哦。我们从题目去了解说这个单元它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命题哦。事实上我们读理化也这样子啊，其实课本内容都差不多，我读完之后没有什么感觉哦，到底会还是不会，就要从题目去下手。你题目做得越多，你就知道说你什么是会的啊，什么是不会的啊。所以从题目去看重点是最快的方式哦，尤其是理化跟数学都一样。好，所以我们就先从那个题目来下手。好，来看那个在讲义的23页哦。好，那这边的题目呢，目前教到是那个各校段考精选题。那基本上老师会以你们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题目，然后告诉你们说遇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哦，来我们看那个选择第一题哦，他说已知氢气燃烧的化学反应是氢气加氧气产生水，它没有平衡哦。他说4公克的氢气跟48公克的氧气完全反应可以产生多少公克的水呢？啊，没有呢了啊，他就问他。好来这个时候呢，他这里还很善良哦，他就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化学反应式哦，他只差没有平衡哦，氢气加氧气会产生水 ，H2O 是水哦，就氢跟氧燃烧化合会产生水。那我们先平衡这个系数好了，好、哦，这平衡这不是问题嘛哦，哦，那这边的话你看啊、哦，这边是 O2， 对，一个 O 不可以嘛哦，如果这边是固定是一的话呢 ，O2 的话。两个氧，后面有两个氧，所以这里要放二，放二之后几个氢，224会有四个氢，后面四个氢，前面也要四个氢啊，这两个氢不够，所以再补一个二，224就四个氢，啊就平衡好了。它系数比是212，好，那比好之后呢，不要忘记哦，它这边给什么资料？它给的是四公克的氢气跟48公克的氧气完全反应，问题是说。这两个是刚好有配对到的吗？什么意思啊？你看啊，他给的氢气是四克，我写四 g 哦，四克哦。然后呢，氧气给的是48公克的氧气嘛，哦，这边是48 g 哦，48克。那首先跟你们讲哦，有一个小技巧，你就先写出质量比。任何题目呢，在求质量问题的时候，都先写质量比，你绝对不会错哦。所以我们先把那个质量比写出来。要记得齁，这个质量比它本身不是这个化学式的系数比，这化学式的系数比可以是分子数比，两个氢分子加一个氧分子产生两个水分子，可以是摩尔数比，两摩尔的氢加一摩尔的氧产生二摩尔的水，对不对？那如果是气体的话呢，根据那个亚佛加爵定律的话，也可以是体积比，所以氢气的体积2比上氧气体积1等于水蒸气2，都气体的话2体积比2比1比2，但质量比就不是了啊，这样知道吗？所以你要去怎么样，你要把它的分子量算出来去乘上它的系数、哦、像这个呢，氢的分子量原子量是1、哦、氢气就是2了嘛，1乘2是2 ,22 怎样 ?22 刚好是4，比上氧是 16,16 乘2变什么 ?32, 后面这个一样写比例、哦、比上这一个，这是水，水是 H2O， 分子量是 18,18 乘2变什么？变36，而验算一下哦， 4 加32 36没有错，根据质量守恒、哦、4 加32等于后面的产物是36。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你看哦，4克的氢，这边刚好是4哦，4克的氢它只要32克的氧啊，你的氧给48克太多了，多出来的用不掉，这样知道吗、哦、所以变成这样子哦，所以你48、不你的4克的氢只能够跟32克的氧气完全反应，然后产生36克的水，那给我48克的氧气是多出来的，那多多少我们顺便算一下好了，来个互减，16、哦、所以还剩下16克的氧气用不到，要知道吗、哦、所以他后面问这个啦，然后问你说可以产生多少克的水，答案就36克，这样知道吗？啊，这第一题啊、哦，类这种题目非常的多，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了哦。只要是讲到质量问题的时候，记得你就先写出质量比，你绝对不会吃亏啊、哦。
好，看那个第二题。第二题他说呢，双氧水呢是过氧化氢的水溶液。那有重量百分浓度 10% 的双氧水68公克和1公克的二氧化锰混合反应。那双氧水呢，它完全反应产生水跟氧，它的反应式是这一个、这次我帮你评论好了。他说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他问了几个东西哦，那我把那题目的意思再把它整理一下好了哦。他说双氧水呢是过氧化氢的水溶液哦。那它的化学反应是这样写的。这里是 H2O2, 是过氧化氢，就所谓的双氧水哦。它都平衡好了。经过那个二氧化锰当催化剂会产生水跟氧哦。其中呢二氧化锰催化剂放哪里，放在箭头的上下方，主要我们的实验条件也要加热画三角形、也要催化剂写在上面、那这边是把那个二氧化锰当做催化剂，我写这里、好，那他说呢这68公克的双氧水它的 H2O2 不是68公克整哦，为什么他有说嘛，它的重量百分浓度也只有 10%，比如说你这个68公克的双氧水也只有 10% 的重量是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把这个68克的双氧水去乘上 10% 的、所谓的 10% 就 0.1 嘛、就 10.1%、乘 0.1 变什么，变 6.8 克，也就是说、我现在呢的双氧水它的质量就是 6.8 克、对了，我的 H2O2 啦，它的质量是 6.8 克啦。那双氧水是掺的水嘛，所以把这个纯的 H2O2 6.8 克跟水和在一起凑到68克就变它的重量百分浓度 10% 的意思。所以 6.8 克是这个东西哦、就是没有水的只有纯的 6.8 克、那 A 选项说最初的双氧水水溶液中呢有 6.8 摩尔的 H2O2。 有个问题要来。这个是 6.8 克是质量，你要换摩尔怎么做，要去除以分子量、这个时候我们看哦 H2O2 的分子量多少，氢是1氧16 16乘2 32 32加2 34 对 6.8 克去除以34，为什么这样除，我们要求摩尔的时候怎么求，摩尔的数量，摩尔数用质量除分子量、质量是 6.8 克嘛，分子量是4啊，互除的时候不好除，上面是分数，上下乘以10好了，乘以10变340，乘以10小数点没有了，两个用34约分，用34约分底下是10啊，上面是2，变成小数多少，有 0.2 摩尔、原来这个 6.8 克的 H2O2 它只有 0.2 摩尔而已，这样知道吗、等一下麦克风的声音没有对到，现在才发现麦克风没声音啊！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我扣一下那个麦克风的那个夹子，没有扣好会扎到内裤。来，这边的话呢，所以是 0.2 摩尔的 H2O2， 对不对？它就是 0.2 摩尔，不是 6.8 摩尔，没那么多哈，所以那个 A 就不对哈。看 B 好了，最初的双氧水它含有 6.8 公克的 H2O2， 对不对？就对呀、这里呀、我们刚刚算出来的啊 ,68 乘 10%,6.8 克，这都是纯的 H2O2。所以答案选的是 B。后面说呢反应可以产生氧气 0.2 摩尔。我们把它全部做完好了，即使都知道答案是 B 哦，我们把每个都条件都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刚算出来说原来 6.8 克就相当于是 0.2 摩尔，对不对？所以你看哦，如果是 0.2 摩尔的话，这要被 0.2 刚好怎么样除以10，也就是说当你除以10之后呢，系数比哦 0.2 摩尔的双氧水过氧化氢会产生 0.2 摩尔的水跟 0.1 摩尔的氧气，好，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它 C 选项说产生氧气 0.2 不对啦， 0.1 才对、0.1 摩尔的氧气，就是说反应后二氧化锰 的重量是55公克，问题是二氧化锰它只有参，它是催化剂，有参与化学反应，但是它的质量是不会改变的、它从头到尾它的质量都不会变，还可以回收、所以它的
二氧化锰证券一样是一克，本来就一克，后面还是一克，因为催化剂本身不会改变啊，所以答案选的是 B。好，那这题有没有问题啊 ？OK 哦，好看那个第三题哦。第三，他是说那个碳酸钙跟盐酸的化学反应式是这一个，这里也颇善良哈、哦，他都把那个化学反应式都平衡好了，我们就不用再平衡它了、哦。他说以固定的盐酸溶液经过四次的实验，结果如附表。问你说第四次的实验中 ，X 的值是多少？好，我把那个表格先画下来哦，再跟同学一起来研究一下。这题目到底怎么做，好不好做，然后怎么样去处理它啊？好，第三题呢，它的化学反应式我也抄下来哦，看会不会用到哦。CaCO3 是碳酸钙，碳酸钙加盐酸，盐酸是 HCl 哦，它会产生氯化钙，然后再加上二氧化碳，然后再加上水。这是那个碳酸钙大理石哦，遇到盐酸会冒泡泡的过程，它的冒泡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个是氯化钙哦，是无色溶液跟水都在一起的哦。它的实验次数呢有四次哦，画表格下来好了，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一题哦。哎，看，一二三四，你就一二三，还少一个四啊。一二三四，四次的实验，这个是碳酸钙一开始的质量给多少公克哦？分别是二公克、四公克、六公克、八公克啊、哦，它的代号是 G 哦，就公克嘛哦。好，再来是这边是那个盐酸的体积，盐酸体积呢分别给5毫升跟10毫升、20毫升。还有40毫升，而右边这个很关键的哈，它给的资料叫做剩余的碳酸钙质量，就是说它剩反应完之后还剩下的没有被分解完的，没有被盐酸给分解掉的哦，还剩下的哈，它的碳酸钙质量分别在这里哈，剩下多少呢？剩下的是 1.5 g。还有呢，还有 3G， 还有 4G， 这个话呢几 G 不知道啊、哦，他就问你要你求这个几 G 啊、哦，多少克啊、哦、X 克。好，那我们看一下来这边的资料哈、哦，再看一次哦，这是实验的第一次、第二、第三、第四次，他有做了四次的实验。第一次的时候呢，碳酸钙取两克，盐酸配5毫升，剩下 1.5 公克的碳酸钙。第二次的时候碳酸钙4克，盐酸10毫升，剩下3公克的碳酸钙。第三次的时候6公克的碳酸钙配20毫升的盐酸，剩下4克。好，就以此类推这样看了齁。看完之后你会发现齁，我们不是要看剩的，我们是看它消耗多少才对嘛，对不对？因为你反应是不是看，我们是观察那个消耗多少齁。所以看齁，2克的碳酸钙剩下 1.5 克，表示有几克反应掉， 0.5 克嘛，对不对？所以 0.5 克的被反应掉了，好，4克的碳酸钙剩下3克，1克被反应掉，1克跟盐酸反应掉了齁、哦、6克碳酸钙剩下4公克，2克的被反应掉了，一样的这个怎么办呢？我们要求这个它到几克反应掉齁、哦、再用8扣掉这答案就是这个 X 了嘛，对不对？好，那再来看哦，那你这个碳酸钙这个反应掉的是跟谁有关系？ 0.5 不是跟2有关系，是跟盐酸有关系嘛，对不对？那盐酸到底够不够？我看有没有倍数关系哦，2克变4克，盐酸变10毫升，2克变6克，盐酸是3倍化，诶，它20毫升有给多的哦，2克变8克是4倍 ,4520, 诶，你看哦，2克变8克，2克变8克，四五是二十，也才40毫升。好，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规律。后来，盐酸5毫升的话呢，会消耗掉 0.5 克的碳酸钙；盐酸10毫升消耗1克碳酸钙；盐酸20毫升消耗掉2克的碳酸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动关系在？怎样变动关系在？
五、零点五、十、一、二十二，是刚好除以十。所以除以十之后呢，当你盐酸给四十毫升的时候，它的碳酸钙就会消耗掉四克。那本来是八克，消耗掉四克，八减是多少？欸，答案就是，所以 X 答案就是四克。好，所以我们这个是消耗掉的碳酸钙要跟盐酸做对比，不是跟这个一开始这个对比，因为没有意义在嘛，是跟盐酸做比较，它是跟盐酸发生反应嘛，所以是这个跟它做比较，然后发现它有个倍数关系在，都是把它除以十。好，所以40毫升的盐酸就可以溶解掉四克的碳酸钙，还有四克还没分解掉，所以 X 答案就是四。这化学式就是写出来就是参考的，没用到。好，这样真的有问题 ？OK 哦。好，翻过来看那个24页来哈，我们来看那个题组。那题组题目也都很活泼，也都不错啊。刚好就讲到一些那个在冬天的时候，为什么那个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一氧化碳为什么中毒会死亡？为什么这么严重啊？也真的是很严重哦。因为我们那个，我大概简单讲一下，生物有学过的，在国一生物有教过，我们那个红血球的血红素，它除了可以携带氧气，提供给细胞氧气，让我们可以行呼吸作用之外，血红素呢，它更爱携带一氧化碳，叫 CO， 所以当我们在吸到一氧化碳的时候，血红素它就舍去氧气，它不携带，它全部都携带一氧化碳，而一氧化碳呢，它又是很不稳定的，它可以再氧化一次而变二氧化碳，所以会导致我们的氧气的含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瞬间就变少。所以当你在一氧化碳中毒的时候，你从发觉到你有意识快昏倒到真的昏倒大概只有两三秒而已，所以只要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记得要先开窗，而不是先救人哦。因为曾经有一个新闻这样报道的哦，还有个里长很热心哦，他就是看到隔壁的邻居啊，可能在室内里面在烤肉还烧什么东西啊，就发现有人昏倒了。这里长很热心啊，他都冲进去啊，冲进去的时候呢，他忘记那玻璃门不应该关起来，那玻璃门可能就是他门一开的时候，玻璃门又自动关起来。关起来之后，里长跑进去了，他去摇他们两个人，把他摇起来，最后发现这两个人是摇不醒来。他准备要出门去打电话，是还是出来再求救的时候，就来不及，他自己也昏倒了。他是很快的哦。因为那个一氧化碳中毒会让你从有意识到没意识也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可以做求救，所以遇到那种类似情况的时候记得要先开窗或是开门，门开着保持那个空气的流动，好，你会发现有人昏倒了，莫名其妙昏倒，还可以碳还在烧，那摆明就是缺氧的嘛，那是一氧化碳中毒啊，这个时候呢门就不要关，门给它保持开启，好，然后再来去呼叫求救，这样子哦，这样才对，好，不然就很可惜了。那我们看那个来这边的题组的第一题哦，他说呢，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桶装瓦斯的成分是丙烷，丙烷是 C3H8 这边写的哦。冬天时呢，常因为缺氧状态下呢，空气不流通的时候，它会燃烧产生一氧化碳跟水蒸气。那其中一氧化碳呢，会随着红血球的结合，使得红血球丧失输送氧的功能，而失去许多宝贵的性命。那根据这边所提供的资料呢，回答下列问题：第一个。哦，他说丙烷跟氧反应产生一氧化碳跟水蒸气的化学反应式中所有的系数和多少，欸，所以这题哦，他就开始啦，考各位什么平衡化学式的能力嘛，对不对？他是丙烷，都这都给你化学式的，只是说你要去平衡那个化学方程式哦。丙烷是 C3H8， 写太快了， C3H8 再加上氧气，它跟氧本来应该是完全燃烧的，但是因为现在氧不够，它变成了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叫 CO， 也会产生水蒸气叫 H2O、哦，那我们要去平衡它，哦，还记得怎么平衡吗？哦，如果你忘记怎么平衡的话，刚好学一次，哦，平衡化学反应式。第一个你看一下这边的，先固定那个原子种类出现最少，就是没有被拆散很分很散的，哦，像这个碳三个，这边有碳，后面没碳，可以先固定碳，这边氢有八个，这边氢是两个，欸，也可以跟固定氢，哦，所以发现碳跟氢都可以先下手。氧的话呢，两个，对不对？后面自由氧自由氧，所以氧气是不要先固定它，你先固定你有把握的。我发现那个碳跟氢比较有固定，所以把它固定系数是一，固定好就不要再改了，就不能改哦，好，不能改哦。
前面几个碳？前面有三个碳，后面怎么样？一样三个碳，只有它有碳，所以它要放三个碳，对不对？那你再看哦，这边的氢有几个？氢有八个，后面氢要八个啊，只有它有氢哦，所以这里要放四。为啥要放四？因为四二八嘛。我再想想，氧还没固定好，对不对？这氧还没好，这边几个氧？三一三，三个氧；四一四，四个氧。好，那三个加四个是七个氧，七个氧，可这个不对啊。好，所以要写多少？你要写二分之七，就七除二嘛，二分之七了。所以二分之一乘二，啊不就七个氧？那写完之后你就很奇怪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分数啊。这个时候呢，马上把它变成最简整数比，全部都乘二，乘二之后呢，是两个丙烷跟七个氧会产生六个一氧化碳跟八个水分子，所以系数比例是2768。他题目的第一个是问你说呢，把这个2768的系数全部加起来，所以2加7加6加8 ,2 加7 9加6是 15, 15加8 23, 所以它的系数总额是23、哦、这是第一题哦。第二题他说，空气中呢含有一氧化碳约百万分之一以上，对人体就会造成伤害，那丙烷 2.2 公斤燃烧着一氧化碳会产生多少公斤的一氧化碳呢？好，来看哦，这题目是说哦，我现在给你这丙烷是 2.2 公斤，那对应过来的话呢，这边会产生多少公斤的一氧化碳嘛，对不对？多少公斤的一氧化碳，就这个东西哦，一氧化碳哦，就是从这一个推到这个来啊。你看哦，这两个的话呢，要做比较以前的话，我们要先写出他们的质量比、质量关系，哈、哦，叫质量比。啊，所谓的质量比呢，不用全写，我们就写他题目要求的要算的，做比例就好了啊、哦。比如说，这个是丙烷啊、哦，这就丙烷嘛，哈、哦，2.2 公斤，对到谁？对到这个是一氧化碳，我就做这两个的比例就好了，其他都不用多写了哈、哦。好，那甲烷呢是丙烷是 C3H8。碳是 12,12 乘以3是 36,36 再加上 8,44,44 还要乘到 2, 因为要乘到分子量、哦、要乘到系数、哦、所以你分子量44还要乘到 2, 变成 88, 所以质量比是 88,、哦、再比上这一个，这是 CO 是一氧化碳，就12再加16 28, 28乘到 6, 要乘6 哦, 哦因为它这个它是 6, 所以我们是举例说它取2摩尔的丙烷会产生6摩尔的一氧化碳，所以这要乘上它的系数的部分哦。那刚才说是28嘛 ,28 去乘 6,68,48,4,6,12,168 齁 ,168 齁。这时候呢我们把它先做一个质量比写好之后，这质量比就针对它题目要求的是丙烷的对到这一个，丙烷是对这一个，一氧化碳是对这一个齁。好，那88比168怎么样？再约分一下，我把约分一下哦，给它都除以4好了，除以4变22，除以4是42，对不对？你再看哦，这两个的比例不要再除了哦，你看这边几公斤？ 2.2 公斤，对不对？ 2.2 怎么样？把它除以10啊，所以除以10之后呢， 2.2 公斤的丙烷就会产生 4.2 公斤的一氧化碳哦，所以答案是 4.2 公斤。说完答案选的是这个，好、哦，这样没问题。所以记得哦，你在求质量问题的时候，先针对质量去做比例，写出质量比，质量比写好之后，再按照比例去放大，或是怎么去约分它、处理它，答案会出来的。好、哦，这是第一题哦，这样会了吗？简单哦。好、啊，再看那个，来，怎么人数变少了？刚才不是还有11个吗？怎么现在剩一半而已？来看那个第二题哦，这是翘课的行为了。进来看一看就跑掉了。来看第二题哦，二氧化碳呢，它的气体本身不助燃，也不可燃。二氧化碳它是一个很稳定的气体，很安定的气体哦，所以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只要产生二氧化碳之后都不大会变动，因为二氧化碳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气体，所以它不助燃，它也不可燃，也不助燃哦。它的密度又比空气大，容易沉降在地面附近而隔离空气哦，所以在火山活动地区啊。像我们现在在那个什么印尼啊还是什么地方，有容易会造成一些火山在喷发的齁、哦。火山活动地区呢，因为这个特性呢会导致大量动物跟人员的窒息死亡。为什么？你这样想齁、
有些那个喷发火山的地形，这样讲就很奇怪，因为 要形容一下啦齁。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山区的地方，对不对？这凹谷啦齁。你想象一下齁，当这边在发生火山喷发的时候，火山喷发我不会画齁。就这样喷发齁。喷发的时候呢，它可能往这边喷啦齁，不管啦齁。那因为它会产生，喷发以前呢，它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样？它的空气又比一般的空气重，它就会容易沉下来。沉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不是水哦，这是二氧化碳哦。你会发现这个山谷的凹下去的地方呢，它会累积很多二氧化碳。而这个时候，如果这边有任何的生物在，它都会窒息啊，因为没有氧气了。这样知道吗？哦，它这个意思啊，在那个低洼处啊，它的空气不流通之后，二氧化碳会累积，导致生物的死亡哦。好，那再来，一氧化碳呢本身也不助燃哦，但是可以可燃。一氧化碳是可以燃烧的，它是可燃不助燃哦。一氧化碳再给它加氧气燃烧，它会烧起来哦，它是可燃但不助燃哦。而且呢，容易跟红血球的红血红素结合，使得红血球丧失吸带氧的能力，而造成中毒窒息的现象。在台湾地区呢，每年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人数可达数十人，好，一年就十几个人都是因为这样中毒死亡的哦。那下列呢是天然气燃烧时的化学反应式，一个是甲烷加氧产生二氧化碳跟水，它写个甲方程式啊，系数还没有平衡。如果在通风不良情况下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乙方程式，一样是甲烷加氧产生一氧化碳跟水，本来是二氧化碳，现在变一氧化碳啊，都没有平衡化学式哦。他问你一些两个问题，好，那我们就先把它的题目的那个两个方程式哦。先把它写出来齁。第二题。它有分为甲方程式啊齁跟乙方程式。那甲方程式呢是说这个甲烷它在氧气充足的情况下燃烧，然后就充分的变成二氧化碳过程齁。是甲烷 CH4 跟谁烧？跟氧气烧，对。会产生二氧化碳 CO2。还有呢还有水 H2O。另外一个就是乙四齁，它也是甲烷，但是呢也是跟氧气烧啦，只是说它因为燃烧不完全会产生一氧化碳叫 CO， 然后一样产生水的过程。这两个就插在后面而已齁，一个是二氧化碳，一个是一氧化碳，不一样齁。好，来平衡这系数啊齁。如果固定这个碳是一好了，因为这边有碳齁，如果这边是一，这边也是一，对。一跟一，好了，那清几个？清四个，后面要四个清，这边两个清不够啊，然后再补个二给他。氧几个？二一二，两个氧，二一二，两个氧，二加二四，四个氧。这边只有两个氧还不够，这边写二够了哈。甲四好了，换乙四，好，乙方程式一样，把那个碳先固定一好了。碳如果固定一的话呢，这边就是一，这边的一个碳嘛哈。那有四个氢，这边要四个氢，一样放二，好，这么巧。这边放二之后，看哦，这边几个氧？一个氧，这边呢两个氧，两个加一个呢三个氧，后面三个氧，前面几个氧要三个氧，所以用三除二，二分之三，二分之三乘二就三个氧，对不对？你这样写奇怪嘛，所以要给它乘几倍啊？乘两倍放大哦，乘两倍之后变怎样？是两个甲烷跟三个氧气会产生两个一氧化碳跟四个水分子啊，水蒸气啊，好，平衡好了。平衡好之后，他问什么呢？第一个，他说产生一氧化碳的平衡式的系数总和，问这个乙式的嘛，二加三加二加四啊，二加三五，五加六十一，所以答案就写十一啊。好、哦，第二个，取等质量的天然气分别进行上列两次燃烧，那甲乙消耗氧气的质量比是多少？他有说是取等质量。的天然气就是等质量的甲烷天然气，天然气就甲烷的，甲烷是天然气的一种。好，这两个取等质量什么意思？就取一样多。如果你要取一样多呢，你就开始看了啦、啊、一样多哪边是一样多，这样开始不一样多欸。如果这边1跟2是不一样多，那你的对1跟1也可以、哦、我们刚刚没有平衡以前是写的是1嘛，但是我们把它放大两倍是2的、哦、我们看2好了。如果你甲烷取2的话，甲是怎么样也要全部都乘2，要取一样多。乘二之后呢？乘二我写下面哦，二一二，二二四，二一二，二二四，好。所以以甲来说的话，两摩尔的甲烷，它需要四摩尔的氧气，
乙来说的话，两摩尔的甲烷它需要三摩尔的氧气。他说这两个取一样多的时候呢，氧气比是几比几？看到没有？四比三啊。所以完全燃烧跟不完全燃烧的氧气的比例到四比三啊。所以答案选的是四比三，也一样的哈，算简单对不对？这样讲 OK 吗？好，又回来是人数又变多了。好来，这边这有没有题？没有哈，没有之后呢，来我们看下一题哦。下一题它也是很常在那个一些大张的考卷出现这种图的有图的题目了哈，都很简单哦。你不要看这种题目就会怕，这题目都超简单的哦。你只要耐心的把题目读完之后，会发现都是很好笑，这样也拿来考。来，我们看一下问什么东西哦。他说呢，取不等量的镁粉，这个镁粉不是酸镁粉啊，这镁粉是那个啊，那个什么，那个 Mg 那个镁哦，没有镁光灯那个镁哦，镁粉哦。取镁粉呢，在空气中燃烧，测得镁粉跟氧的反应质量关系如附图。重点是那个图啊，那个图其实也不会很难看，那个图哦，你看久就发现其实蛮好看的。可是同学有时候一开始陌生了，看到图就会排斥它，怎么会有图呢？看到图就放弃了。不要乱来好不好？这种题目都超简单的好吗？来，我们把那个整理一下。好，他是没有画这个线的，我是故意这样画比较有对哦，比较不会对错。0.3、0.6、0.9、1.2 啊，然后这边是0.2、0.4、0.6、0.8啊。它给什么资料？重点在那个它的横坐标、纵坐标是写什么东西，知道吗？横坐标呢是镁，镁的质量叫 mg 啊、哦。这个呢是氧的质量，氧的质量啊、哦。好，你看哦，所以这个反应师告诉你说， 0.3 克的镁就要配 0.2 克的氧，才能够反应结合并氧化镁，就像这样而已啊，很容易嘛。0.6 克的镁就要配 0.4 克的氧结合， 0.9 克的镁就要配 0.6 克的氧，后面要不要再念一次啊？就这样， 1.2 克的镁就要配 1.8 克的氧，就像这样子一样的。好，他跟你说他们的一个需求的比例就是 0.3 比 0.2， 好，这是 0.6 比 0.4， 因为是斜直线所以比例都一样，就抓一个就好了。你看我们抓一个怎么做呢？看这个是镁，镁是 mg 跟氧啊、哦，我写中文氧好了，我不写化学式了哈、哦。它会产生氧化镁，氧化镁就 NgO 嘛哈、哦，氧化镁。好，你看啊、哦，以我们这个来看的话呢，你们注意看，0.3 克的镁，它需要搭配 0.2 克的氧，会产生多少氧化镁？相加啊，质量守恒啊，相加多少？ 0.5 克的氧化镁，全部给它乘以10，乘以10之后呢，变成3:2:5。比如说我们的镁跟氧的比例3:2，是不是都这样子？你看 0.6 0.4 没有，3:2啊，放大 0.2 倍啊。 0.9 0.6 放大 0.3 倍，有没有？ 0.9 比 0.6 嘛，有没有？ 1.2 也是齁、哦。所以他题目问你说，第一个哦，取 0.9 克的镁粉完全燃烧需要多少的氧？如果这个要取 0.9 几倍？三倍，有没有？33看图也知道啊，0.9 就配这里啊，这也不用算的啊，送分题哦。啊，所以这个第一个答案是 0.6。好，第二个，镁跟氧化镁的质量比多少？你看，镁在这里嘛，氧化镁这里啊，3:5啊，哦，第二个也3:5啊。镁哦，看错题目，不好意思啊，不是氧化镁，我看太快了，是镁和氧化合的质量比，镁和氧化合质量比3:2，我刚以为是氧化镁啊，那个眼睛太小了，那个字都黏在一起了。好，第三个来，那镁跟氧多少克可以产生一克的氧化镁？你看哦，像题目变这样子哦，他说这里只要一克就好了，这里要一克，一克不就除五，除五就一克啊，要不要除五？要啊，除五多少？1/5，1/5 0.4，除五多少？0.6啊，所以0.6加0.4就一克，一克的氧化镁没错嘛，对不对？好，所以他问你说，要产生一克的氧化镁，需要镁跟氧各几克？ 0.6 0.4。所以答案有没有也都出现了，答案选 A。好，所以这个题目真的很简单，送分题啊，你会发现这整个都送分题的吧，对不对？
OK 哦，第三题，没有你想那么恐怖，对不对？我们自己想的比较害怕，比较恐怖哦。这边真的算出来都不会。好，再来看那个历届题目哦，来看那个25页。我本来期待今天可以把它上完，然后发现讲的有点仔细跟清楚之后，进度就开始变慢了。可是我觉得还是讲清楚比较好，因为这些题目都是同学会常遇到的题型哦，所以讲太快你听不懂，我们不如把进度放慢一些哦，然后把它讲清楚来哦。所以如果学校已经在上那个什么氧化跟还原的，我们预计是下周二应该上得到哦，上到一半了哦。但是氧化还原下礼拜一定会教哦。那我们看那个来一至四的那个历届试题的第一题哦。好，我们一样把它讲清楚来第一题哦。他说呢，甲和乙呢两种物质反应会产生丙跟丁，它的化学反应是为这一个，我把它写一下好了。他说三甲，三个甲分子加一个乙分子会产生两个丙分子，再加一个丁。看错了，两个丁啊。那下表呢是甲和乙反应的一组实验数据，什么实验数据呢？我把它抄下来啊、哦。它这边给一个表格化、哦，这有三排哦。反应前、反应后，我写前后，反应前、反应后的甲乙丙啊，漏一个，这是甲乙丙，就是没有给你丁哦。好，反应前甲100，反应后甲44，反应前乙28，反应后0，反应前0，反应后36，这干嘛知道吗？真好用嘞！来，这实验数据呢，它没有给单位，那估计它应该是给克，不然刚刚这样抄干嘛？那应该是质量单位，就是克的哦。你看哦，甲的反应前后，反应前100，反应后是什么意思啊？它没有用到那么多啊，甲只用了96克嘛，对不对？所以96在这里，96要不要乘以3？不用，为什么？这个是全部的质量，干嘛乘以3？它不是分子量，它是它的质量全部就96克使用掉了，所以不用乘以3、哦、乙的话28后面是0，表示乙用光光、哦、乙就是28。那丙的话前面就没有嘛，当然是0了，因为前面又没有丙，后面才有它，所以生成物是丙，丙36。那丁自己算啊，怎么算？96加28减36啊、哦、看答案多少，好吧，我把那丁算一下了，所以96加28减36，根据质量守恒嘛，那个反应物的质量等于生成物的质量，所以这两个相加等于这两个加，所以我把这两个相加扣掉丙就是丁啦、啊哦、所以96加28减36 ,96 扣36先啦 ,96 扣36不就 60,60 加28多少，诶 ,88、哦、应该没错吧 ,60 加28这88齁、哦。所以我们发现呢，它还可以产生丁88，按照它反应是这样看的话，他问什么？他是问这个吗？不是，他问说取24克的甲跟24克的乙反应可以产生多少的丁。你看这题目就很坏心啊，我们先把它质量比写一下、啊、分别是什么甲乙丙丁，对不对？再把它整理一下、啊、它是甲乙丙丁，要问质量，所以我们就要写质量比。我跟你讲，只要是考质量的时候，你就先写出质量比，你不会吃亏啦，真的，你要相信我。来，质量比啊，质量比，你看哦，甲多少？96，乙呢28，丙36，丁88。好，先约分，能约就约啦，你就约到最简单之后再来按照比例放大，或者你看哦，它的题目是说它的甲取几克、啊、甲取24克，甲是24g 啊，对，以 24G， 不然你就是除到跟它差不多也可以，比较有比较了啊。我把它除以4好了，可以除以4、欸、全部除以4、啊、除以4之后你看啊、哦、除以4之后这边变成多少，除以4不就 24， 除以4是7、欸、除以4 9， 除以4 22， 那除以4变它没错吧、哦、相加31，相加、欸、对，这两个相加31，这样加也31、哦、好，你看哦，所以呢我除以4之后呢，我就不再除了，为什么？你看24克的甲要配几克的乙？7克的乙，所以乙太多了用不完，有没有？乙给那么多干嘛啊？用不到啊。24克的甲只需要7克的乙啊，会产生9克的丙跟22克的丁。他问丁几克，答案22克，所以就选这个啦，选 B、哦、很容易，对不对？
又要烤饼几克，九克，有没有？而且告诉你乙还有剩呢，剩多少？24扣7，还剩17啊。如果今天问你说题主啊，问你说呢乙有剩剩多少？谁会有剩？乙有剩嘛？剩多少？互减，还剩下17克，用不完啊。这样懂意思吗？啊，所以记得哦，考试的时候先写出质量比，对你很有好处的哦。小技巧哦，只要题目是问质量问题的时候，记得先把化学式的质量比写出来，按照比例去看，都很好求。好，这个是第一题哦。再来看那个第二题，已知二氧化碳葡萄糖的分子量是44跟180，二氧化碳是44啦，葡萄糖180，这我们背过了啊、哦。不过他的考试他不叫你背这个，就写给你了。葡萄糖呢，在无氧密闭环境中，经由酵母菌的发酵。无氧，哎，这我们以前有学，哎，还没有学到，我们是那个国二的理化，后面会学到啦。糖类的东西啊，在没有氧的情况下，经过酵母菌的发酵，它会产生酒精诶，看是不是哦？诶，真的耶，它会产生那个乙醇，就酒精嘛齁、哦、跟二氧化碳。所以我们那酿酒的时候，你说那个原住民在酿那个小米酒怎么酿？他早期的小米酒这样酿的哦，他就把那小米洗干净之后，放到嘴里面咀嚼一下，应该是煮熟的吧齁、哦、煮熟的，诶，是煮，诶，煮熟的啦，煮熟的小米放到嘴里面咀嚼之后，再把它出来之后，再把那个瓮子封闭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有酵素在，它会把那个淀粉做催化，那酵素它可以重复再使用它，因为那个瓮子里面呢，它是没有氧气的环境下，所以就催化会产生酒精，变成小米酒啊、哦。这是我们早期的小米酒的做法，现在不这样做了哈、哦，现在这样做你不敢吃啊、哦，我们不敢喝那个酒了。扯远了哈、哦，我先把那化学写一下，它是第二题啊、哦。他是说那个葡萄糖 C6H12O6 葡萄糖它经过那个酵母菌就是酵素的一种嘛，一种催化剂哦，所以它可以重复使用，一直用，用不完哦，然后就是让这个葡萄糖可以做分解，可是因为它是缺氧的环境下，所以它会产生酒精啊、哦，这是酒精哦，可以喝的酒精叫乙醇，再加上二氧化碳 CO2、哦、不能喝的工业酒精叫甲醇，那、哦、我后面会再来讲啊、哦，我没有讲过吗？还没上到对不对？哦、后面会上的啊、哦。他说呢，你看再看一次哦，认识一下，这是葡萄糖，这是酵母菌，是催化剂，放在箭头的上方，对不对？产生两分子的乙醇，乙醇就是酒精呢、啊，我们可以喝的酒精叫乙醇，各种可以喝的酒精就是乙醇哦。因为乙醇才可以喝，甲醇不能喝，喝甲醇会中毒，会死亡，会失明哦，严重会死亡。但是乙醇可以喝，乙醇就是包含像什么葡萄酒啊、啤酒啊、高粱酒啊、威士忌啊、白兰地啊，哈、哦，好像我都很熟，对吧？这都是乙醇哦。那这盒是二氧化碳哦，所以葡萄糖呢，在酵母菌的催化之下，它会产生两分子的乙醇跟两分子的二氧化碳哦。为什么？他说现有3×10的24万个葡萄糖分子，你看他题目这样就很故意了，第二题超级故意的，他给这个3×10的24次方个葡萄糖分子，给这个我们这个化学式是看这个分子数比，是系数比是1:2:2，他的可以换成摩尔数比也是1:2:2嘛，你给这个又不是摩尔，然后自己换，怎么换呢？简单，除以谁？亚佛加爵数，有没有？去除以6×10的23次方，会不会除？相信你会除啦，因为这不难哦。3除6就变小数啦、啊、0.5, 就3/6嘛 ,0.5, 哦 ,1/2, 0.5。24次方除以23次方互减变10的1次方。所以答案是5摩尔。哦，弄半天 ,3×10 的24次方它就是5摩尔啊。如果是5摩尔怎么样，按照5倍放大哦，按照5倍放大嘛哦 ,5×5。520啊，所以5摩尔的葡萄糖就会产生10摩尔的乙醇跟10摩尔的二氧化碳。他问什么？等一下我做过头了。他问说可以产生乙醇几公克？哎，差不多啦，我们还是要知道它几摩尔，会知道说它有10摩尔的乙醇几公克。现在要求什么？要求乙醇的分子量。这个我没有背，这要去算的。碳12×2=24，再加5个氢5。再加一个氧，氧是16，一个氢1，多少？
二四加一，二五，二五加五，三十，四十六啊。如果以纯的分子量四十六，四十六的话，十摩尔几克？互乘就好啦，十乘四十六，哦，所以答案是460克，哦，所以五摩尔的那个葡萄糖可以产生460克的乙醇啊。那这是那个第二题啊，简单对不对？我也觉得简单啊，可以哈。好，再来看那个第三题啊，看那个第三题啊。第三题呢，它题目是说呢，氢跟氧跟硫的原子量是1、16、32，这么好心，你看这种好心的题目只有机测跟会考会出现，它不强迫同学去背那个原子量，它连氢跟氧都给你的，这客气什么东西？这我们就要自己背了。氢就是一，它给了啊，氧是16，它也给了，其实可以不用给，因为我们都有背，用背干嘛？不是啦，它还是会给了哈，因为。他不建议同学去背这种东西啊，其实这是可以背的哦。硫32啊，扯远了。他说取20克的金属 X 氧化物叫 XO，XO 不是酒吗？啊，没有，跟他没关系哦。他是 XO 呢，就是一个氧化物啦，是 X 的氧化物。有没有？我们说那个一氧化碳是碳的氧化物叫 CO， 二氧化碳是碳的氧化物叫 CO2， 氧化镁是 MgO， 有没有？这是什么什么 O？这个是未知元素的氧化物嘛 ，XO 哦，一直想到酒来，在适当条件下呢，跟主量的硫酸完全反应，理论上会产生，等等啊，我把题目怎样？它是20克哦，20克哦，理论上哈、哦、会产生60克的 XSO2 哦，就是硫酸 X 了哈、哦。硫酸铜、硫酸什么？硫酸 X 嘛，跟什么？跟 M 公克的水，还有一个是 M 克的水，水是 H2O， 这题目都给 M 克哈 ，M 克把它分开好了 ，M 居然好克 ，M 公克 ，M 公克 ，M 克哈 ，M 克的水，它的反应是在这里哈，已经帮你平衡好了，太棒了，我直接抄好了，它有一个化学反应是平衡好了，就是 XO。要加硫酸会反应产生那个硫化 XSO4、哦、再加水，水是 H2O， 这已经平衡好系数了，刚好都是一样、哦、他说 M 答案多少， M 答案多少，来看好来这位置、哦、这一个 X 就配到这一个 X，所以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的系数比是1:1，这1:1呢也是摩尔数比是1:1，那就好了呀、啊、我们直接用摩尔数来去处理它会比较快。好，你看哦， 20 克相当于几摩尔，我们要去求摩尔数。好，摩尔数，我们求摩尔数呢，因为这边是 XO， 它的摩尔是 1， 摩尔系数比是1哦，那这也是1啊，好，所以它这两个摩尔数会相同，我有质量我就可以求摩尔数。怎么求摩尔数？用质量除分子量。这个分子量很特别，是 X 是未知数嘛，氧是16，所以它的分子量是 X 加16，用质量20去除以分子量 X 加16会等于这个，因为摩尔数相同哦。那这也是哦，用质量60除分子量，除它的分子量，60是质量，60去除以这个分子量 SO4， SO4 的话呢，氧是16，16乘以4是64 ,64 加32 ,96, 所以这是 X 加这个东西 96,X 加96。好，写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求 X 的解哦。那当然是可以使用交叉相乘这样乘来处理它，可是不好做，因为乘很大。你这样看它倍数关系哦，分子刚好是20跟 60, 它有倍数关系啊，把前面那个20变成 60, 给它乘3倍哦。乘3倍它变60了。而乘三倍之后呢 ,3X 加48。好嘞，把它整理一下看 S3 多少。所以当你分子都60的时候分母会相同。所以 3X 加48等于 X 加96。往前移哦 ,2X,48 一过来减 48, 刚好 48。S 多少？答案是24。S 解出来24以后呢，回到这边来齁、哦、我们就可以去求个别的那个啦。个别的质量比啦，对不对？来看哦，
他要求质量比哦。他要求什么？他要求那个水的质量嘛，对不对？水的质量是多少？质量是 m 克。我们 s 二十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这边的分子量哦，这个是二十四，氧就十六了啊。所以二十四加十六多少？二十四加十六，答案是四十。它的分子量四十，分子量四十，二十克几摩尔？怎么做？是不是二十去除以四十？没错吧？你要求它的摩尔数，用质量二十除以分子量四十。本来这个未知数嘛，二十四是未知，不能求啊，现在可以求了。二十除四十多少？答案是 0.5， 二分之一 0.5。如果这边是 0.5 的话，哎，你看哦，一比一比一比一，全部都 0.5 啊， 0.5 0.5 0.5， 它也是 0.5， 所以这边的系数呢也是 0.5。可是水的分子量多少？水分子量是18耶，对不对？18乘 0.5 多少？就18除2啊，答案是9、哦、所以它会产生水9克，所以 M 答案就是9克、哦、这是第三题、哦、也是不难、哦、不要抄错就好了，就简单、哦、好，再来看那个再一题、哦、再一题呢，我们看那个第四题，我们把这些讲完好了、哦，他说已知二氧化碳跟 CH3COH， 还有一个是 CH4O6， 这是葡萄糖哦，一个是醋酸，一个葡萄糖，二氧化碳、醋酸、葡萄糖，它的分子量呢分别是44、60跟180、哦、然后呢，而且呢，他说醋酸跟葡萄糖两者在充足的空气燃烧之后呢，可以产生二氧化碳跟水，若取等质量的这两个分别进行燃烧，完全反应后呢，可以产生多少的二氧化碳的质量？好，我们看那个第四题哦，来第四题，他说已知 CH3COOH 的分子量是 60， 帮你算好的哦。然后一个是 C6H12O6， 这个分子量是180，对不对？这两个给它燃烧就氧化了，让它去烧齁。啊，烧完之后呢都会只得到二氧化碳跟水。就这两个在燃烧的过程呢只会产生，烧是跟氧烧嘛，会产生二氧化碳跟水，就 CO2 跟水。CO2 跟水。而它最后升为 CO2 的质量比，对不对？取等质量。好，我们看好了。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呢，这个燃烧的时候呢，它本身几个碳，本身有两个碳，所以燃烧完之后，因为根据质量守恒哦，你前面两个碳，后面两个碳嘛，这边系数应该是二才对，这边几个碳，六个碳，所以燃烧完之后呢，这边会六个碳，这要写六倍才对。哦，所以这两个在取一个的时候，各取一个的时候，产生两分子的二氧化碳跟六个分子的二氧化碳，会是一比二跟一比六，这是一个分子的时候哦。而现在不这样取的哦，它怎么取？它取的是等质量的这两个东西。等质量是说哦，它取一样重。那这个是60，这180，我们干脆怎么样？给它都取180克好了，对不对？都取180克，取180克。的这个东西跟180克的这个东西，为什么 180？ 180是6跟180的公倍数啊，就180。你看哦，如果180克换成摩尔数怎么做？用质量除分子量。好，所以你除完这边多少？你看哦，前面除完之后呢， 180 去除以60、啊、不就3摩尔？对，如果你变成3的时候呢，3摩尔的时候，这边是3，后面放大3倍哦，32就变6了，对不对？那这边180除180就是一摩尔，一摩尔的葡萄糖对过来就是一，这边是一嘛，这边就一啊，没有写一，这边一样是6，所以他们产生的二氧化碳比、欸、是1比1，哎、欸、6比6不就1比1、哦、所以答案选的是 A， 还是1比1。再说一次怎么做的哦，他因为要取的是等质量，就一样重量一样质量的这个东西，那我怎么做呢？我看分子量60跟180，我找公倍数是180，所以就取180克，180克呢换成这个东西，它需要几摩尔？用质量180除分子量60，它需要3摩尔。它本来是1的哦，现在变3，变3乘3倍啊，
十三倍之后它要十三倍三二六，所以三摩尔的醋酸会产生六摩尔的二氧化碳啊，这也是啊，这本一八零除一八零就是一了，二四本来就一啊，所以对回来这边是六嘛，所以一摩尔的葡萄糖会产生六摩尔的二氧化碳。他们也说它取等质量之后，这两个产生的比例是几比几，那就六比六嘛，约分之后一比一啊，所以答案选的是 A， 这是第四题啊，哎，这样没问题，没有好。好，我们今天比较辛苦啊，好，就先上到这里好了。剩下这两页呢，我们就下星期二再把它接着把它讲完。讲完之后，我们再来去上那个第二章的氧化跟还原，一样都不难，都蛮简单的，好不好？好，我们先上到这里咯，拜拜。